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，忧郁的青春，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。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，它天天地流转，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地成长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个人，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等待的青春。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，有着旧日狂热的梦，也不是旧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的笑容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，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，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青春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哥，哥是到你家啦，倩倩你到，我哥爸。啊，这贵哦。嗯。抢劫哦。阿哥，没关系啊，说不定待会就赚回来了。好，爸，换你啦。专心一点玩好不好？好，我专心一点。姐，你希望几点？根本就是13点。哇，好巧哦！现在你也在这里啊，那我跟你同居了嘛。你少走一步啦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是葡萄牙。啊、葡萄牙是谁家？谁美家？那、啊、你什么时候买的葡萄牙？葡萄牙、西班牙跟加拿大都是我家。啊，你没事买那么多房子干嘛？要你管，罚钱。拿去啊，看医生了，真倒霉。一两三，啊，这就等于变钱款。你跟我同款，最近拢足水。阿公，我就跟你说，我们不是在玩七八糟啊啦，大波没有 BG 啦。北极，这北极，北极冰天雪地冻死你，背吧听完一次了。冻死我就冻死我，怎么样？我才不像你嘞，要赔我500块。北极哦，走到北极去，那平冰晶他轻松。哎，先换你，换你。钱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跟芊芊不需要分彼此啊，他家就是我家嘛。陶富发，你玩游戏有点游戏精神好不好？这些规则都不遵守，难怪输的都是我跟阿公。所以没说的没有错，你很无聊啊，你家你家，我家我家，拿去拿去。臭水泥，懂不懂幽默感？开个玩笑在那边唧唧歪歪的。你啰一啰嗦在啰嗦什么？阿公换你了。哦。18啦，15啦，正经等于是18呢，总价钱拢来，来来来，不是啦，阿公哦、喔，不是18啦，是你要走15步啦。哎，人生就是安尼啦，过18啦的时候再无你丢18，啊，算计再无到这大。机会啦，阿公，你有一个机会啦。哦，机会哦、喔。嗯。加加加，调节咧，调节。哦，调节。嗯。小三。哦，你也在调节命运啊。阿伯阿公，上命讲我命足歹呢。啊，唔是啦，阿公哦，伊意思讲，你可以再抽一张命运啦。啊，我甲你看，我甲你看。哦哦。哎，他写说，我户户税每栋房屋500分，旅馆每栋1000分，那这样子。哇，这样加起来10500，阿公要罚10500。哎、欸，阿、啊、我命好好啦。哎、
阿公，你的命运很好，是桃富帮要给你10500。哈？给钱啊，桃富帮。你没有看到阿公已经够可怜了吗？哎，是谁说要有游戏精神，要有遵守游戏规则的、啊？是谁说要来安慰阿公跟玉梅的、啊？对呀、啊。好。啊，这，哎呀，这样我就破产啦、啊。你可以把你买的国家变成抵押。对呀、啊。少年嘞，卖失志啦。你还阁有时间阁气力嘞，小小的打击无算啥，只要肯打拼吼，莫讲即几间厝啦，将来全世界拢你的。青春就是最大的本钱，唔通像我讲同款，少年袂晓想，安尼规工干那啉烧酒啦、跋筊啦，啊无就四界去佚佗啊。所以别人呢，老我厝已经拼几啊斤块啊吼，我干那迄块烂田尔，如果今嘛来连迄块田嘛去用骗骗去，所以恁大家拢爱听好。好好啊，读书，做一个有路用人。啊，要食老来吼，就甲我同款。这倒久，倒会困袂去，拍鱼流目油，吹风拍甲上，规工干来等要去苏州卖鸭卵。唉，不晚了。都是你啊，桃富帮，我也不玩了啦。啊，我又没有怎样。我都破产了，欠我还能怎样啊？就是你啦！不玩啦，那我们看电影好不好？没心情也没时间，就是心情不好才要换换心情嘛。你们去就好了啦。我要陪阿公。哎、欸，孙一美，你是怎样了？那失恋又不是世界末日的，阿公这样你也这样的，你比阿公还严重哎，一副庐山考屁的样子，看得很难过嘛。不喜欢就不要看啦、啊，干嘛跑来我家看？而且是庐山考比，不是屁。好，比比比。可是我说这人生啊，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嘛。比如说国家、社会啊、民族啊，有多少事情等着我们年轻人去创造的、啊？这一场又短又小的恋爱结束了，就垂头丧气的。哎，你这样算什么中华儿女啊？哎，你在唱爱国歌曲哦，还国家、民族、中华儿女？好啊，那你说啊，你创造了什么？我创。他的意思是说，除了爱情。我们还有父母、兄弟姐妹跟朋友啊！哎，没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果然知我莫若倩的。爱情这个东西啊，是可遇不可求，亲情更是永远不会变质，友情更是历久弥新。失去爱情固然难过，可是大哭一场之后，你就要勇敢地抬起头来，看看身边的友情跟亲情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自己很幸福，一点也不孤单。天，果然是辩论冠军啊，太棒了！屁啦，什么看到友情就不孤单？看到你们恶心的样子哦，我就越看越不信了。孙一美，你知道吗？在武侠小说博大精深的世界里啊，根本没有一帆风顺的爱情，像那个杨过啊跟小龙女，乔峰啊跟阿朱，还有那个段誉跟王那什么烟的。他们的爱情啊，之所以那么值得让人回味啊，都是因为有够惨。所以我就在纳闷了，要是他们的爱情少了一些波折，那他们还会那么的珍惜彼此吗？那些读者呢，还会那么赞叹吗？后来我好像有点懂了，爱情的伟大就在于那些波折。你那么喜欢伟大，那你去波折啊！祝你的爱情三波九折。我呸呸呸啊！其实啊，你跟潘雄之间也不是波折不波折的问题，你跟他那么熟，不一定适合谈恋爱啊。而且换个角度想，分手有时候是一个新的恋情的开始嘛。
根本就不是拍熊。哦，算了啦，跟你们说你们也不懂，不要理我了啦。哎，孙艺美，那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嘛？就不要理我了咩？啊，好啦，要不然我去做那个风拍熊啦。我早就警告过他哦，要好好的跟你谈恋爱。要是他敢让你掉一滴眼泪，我就揍他一拳，两颗两拳，三颗三拳啦。可是没有想到那个冯拍熊哦，人面兽心，嘴巴上答应了，却还是照样见一个爱一个。一美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扁他，扁他满地找牙，剔出这口气。要我出这口气，就让我海扁你一顿啦。哎呀，为什么又是我啊？奇怪嘞，阿公的事情你算我头上啊，现在你失恋也算我头上啊。那你是孙艺美的好朋友。啊，姐，借过一下。来吧，要扁就扁吧。来吧，要扁就扁吧。我才懒得扁你嘞！好啦，你们两个去忙你们的，不要再陪我了。我没事啊，我陪你聊天。你去忙你吧。哎，啊，我也没事啊，我也可以陪你们聊聊天啊。就算有事，我要先搁一边啊。现在照顾艺美啊，才是我的使命嘛。根本就是要我掩护你们两个谈恋爱，谁说我们谈恋爱啊？那样我们还不算谈恋爱啊？那那天在篮球场，要跟我谈恋爱，先把大学考上。啊？那天我们什么？想打退堂鼓啊？我才不是打退堂鼓，我是说那天我们……那从明天开始，我们早上温书，下午户外活动，一起努力考上大学。怕了吧，同邦？谁怕谁呀？我只是说……那这样说定了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考上大学，一起谈恋爱。哦，原来倩倩啊是不想对失恋的孙艺美火上加油啊！哎呀。我真是猪啊！好，没问题。要不加入啊，孙艺美？这真是全世界最难的习题耶！富邦考取大学，陶妈高兴，陶爸高兴，我也高兴。可是万一他考取大学，就要跟倩倩谈恋爱。天哪，今年的生日愿望我该怎么许啊？好，至少我还有一年的机会。阳春面好了。好，先生，你的面。哎，徐太，这会儿没什么人。跟我到后边去包饺子吧。啊，好，可以收就去了。哎呀，你别收了，手疼嘛。走走走走走，老唐，你把外边收一下啊。哦。徐太，这次啊，其实报警是对的。哎，别瞧我们家老陶啊，粗枝大叶的，这件事儿爸爸还真想了一样。老太，我不太会说话，可是我心里是真的真的谢谢你们。做过这么多陶楼，换过这么多老板，还没有遇过一个老板像你们这样好的。你们真的是把我当亲人一样看待。哎呀，谢什么呀？不就是缘分碰上了吗？大家合得来。再说了，你这人又那么好。哎呀，我老家那一窝妹妹呀、啊、都没出来，回回让我看见你呀、啊，就想起他们来。你说这样能不亲吗？哦，不过话说回来了，许太，趁着这回啊，赶紧跟他离了算了啊。我
我也想啊，只是我知道他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的。哼，等警察出面了，我看他怎么耍无赖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还真的为你自个儿以后盘算盘算呢。你看看你，身边除了议员就没依没靠的，这要是到了老了可怎么办呢？哎，我也知道，议员呢孝顺，可他早晚得娶媳妇生孩子呀，他一个人能照顾得了又是老又是小的吗？这个我有想过了，等议员结婚了，我又老得做不了工的时候，可以去庙里住。你一个人去庙里，议员他能放心吗？那有什么办法？总不能给他拖累呀。怎么会没办法呀？你就没想过再找人嫁了吗？我都这么老了，怎么还嫁得掉呢？哎呦，你现在还算年轻。说实话，许太，别怪我多嘴呀、啊，这事儿啊拖不得，得趁着年轻赶紧挑个人，不然要是真的到了老了，哼，只有等着给别人挑的份儿喽。下一次都已经怕到了，如果可以跟议员他爸离得了婚，谢天谢地都来不及了，哪敢再嫁哦。哎呦，你年纪轻轻的，怎么思想那么老旧啊？那个嫁鸡随鸡那种事儿啊，都已经老掉牙了。哎，你不知道吗？有个外国女明星啊，叫什么伊丽莎子太白了，嫁了好几轮丈夫了。哼，我呀，就是佩服这些外国女人的魄力。嫁不好，那又怎么样？离了再嫁呗，反正啊，非得嫁个好的不可。哟，平常你嫌老讨我混球，但你有种，你学那伊丽莎子太白，你跟我离一离，你改嫁算了。哎呦，我们这女人在这儿说话，你个大老爷们干嘛竖着耳朵在这儿偷听啊？偷听？我呸！就算你请我听，我还不想听呢。你们俩女人老窝在这里，我在外头忙不过来了，快来帮忙！好了好了好了，马上就来了。我来我来。哎，许太，我说这话你还真得好好想想啊。哎呦，我这个命遇不到好男人的啦。啊，那可说不准，这缘分的事儿谁能算得准呢？啊，说不定下一秒呀，胡仔就把一个好男人送到你的跟前了呢。好先生。哎。哎，老好啊，要点什么呀？这个，包一下四十个水饺啊，带上。好，咱们四十个水饺。四十个水饺。许太，前几天我过来没看见您，我以为你做了。许太前两天生病了。哎呦，生病了。嗯。好点吧？啊。好多了，谢谢。啊。何先生，你先坐一下，马上好了。好。好干啊，水饺里十粒，你小菜家己摕了。啊对，你家己摕就好啊。你吼，搁一碗吼酸辣汤啊。好，马上来。许太，您叫我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叫你啊。我刚刚听到您说的。哎，好，哎，我以为您叫我呢。老先生，你真爱开玩笑。那我说老好，啊，什么时候改了不说刻薄话，学说笑话了？哎呦，好歹是您不知道，我老好的肚子里装满了笑话。哎，你要听啊。我老好的肚子里装满了笑话，哎，你要听啊。改天好了，现在正在忙。哎呦，没关系，你一边忙就一边听呢。这话说这个从前啊，有一个这个壮丁啊，他听说武松会打老虎，
心里头就非常的不服气。哎，他有当着讲，牛肉面两碗好了。哎，这个话说这个从前啊，有一个壮丁呢、啊，他呢就听说这个武松啊会打老虎，他听了就很不服气。六桌，牛肉面也好了。这个从前啊，有一个壮丁呐、啊，他有个壮丁，听说武松会打虎，所以他不服气。老好，这一句都说两遍了，啊、然后呢？然后这个壮丁呢、啊，他就当场发下这个好语啊，好，四十个饺子外带好喽。哎，瞧，真快呢哈。要不先让给别的客人，我不急啊！不行哎，这样等一下我们买单的时候会烂掉。好，先生，改天再来哦。哦，好啊，我改天再来，把刚刚那个笑话再整个讲完全啊！罗先生，你叫我。好先生，你忘记付钱的啦。20块。是，怎么忘了给钱了？这是，20。谢谢。好先生，徐太太，你还有事找我啊？你水饺忘记拿了。哎呦，你瞧我这个记性，这前几天我在家洗米也是这个样，洗衣机啊装满了水，忘了洗衣粉，你猜怎么的？啊，衣服忘了放。还有事吗？没事。哦，那我就走了。慢走。是的，我就走了。我说老好，你要是再不走，你那40个饺子和在一块儿可就没法吃了。是，我得赶紧回去。别忘了饺子。哎呦，好，是，哎，再见。这老好今儿是犯什么病啊？怎么神神叨叨的？哎。贾峰啊，来，贾峰，哇，今天做这菜烧，哎，这边，你跟你妹说贾峰啊，怎么肚子痛啊？哦，一下肚子痛，一下又心情不好，叫他吃饭是怎样啊？要他的命一样。好，卖草皮啦，那先来讲哈。嗯，那各位啊，不然他去开健身，开健身操，哇、哎哦，你是在上班，还是在赛车？啊，体派身体嘛无相条命嘞，啊，你敢袂卡咩？啊，毋是为着你。我。阿爸，真啦，你上爱食的啊，皮蛋纳豆腐啦，紧食，好。为做做食袂落啊。阿爸，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你若无食饭，嘛袂使解决代志啊，紧食啦，好。啊，我们来买冰淇淋啊！讲，来个讲啊啦！啊，近代拄着代志咧问你，你就讲叫我莫讲，啊，慢过来纠缠啦！啊，即摆代志到啥物地步，我都唔知啊，对？啊，一人主张，唔代表两人输让啦！咱即摆吼，啊，甲地价要怎摕转来？咱斗阵想办法，唔则对。那迄王来伯啊，伊家己嘛去用配啊过来条金莲啊！那看到伊的时阵哦，咱目屎流，目屎滴的。伊讲什么阿兄啊，根本就是金公党的，讲骗骗的哦，人拢唔知走去倒。好命啊，这无报案哪用的啦？无用的报案的啦。是安怎无用的报案的啦？啊，但因是贼呢，即摆是天地颠倒变哟，啊你用骗的，你煞咧惊伊哦？恁袂讲无用的报案就无用的报案啦。啊你唔报案，干嘛要骗的哦？啊？人讲食老老无定呢，哈！你食到这个下啊，真正要把咱这苏高山白白摕去予人哟。方骗去的是我的地啦，吼！恁袂难爽，无你是要安怎？啊！你甘愿把地摕去予人，啊唔服我，哈！啊！你敢只有你种老爸？你好啊，妹！你好，我唔好啦。妈，你听咪啊？
你敢知影我生你做偌辛苦啊？校长兼讲真啦，头家搁兼新罗啦，啊！逐工伫工地爱舞甲大粒干细粒干，啊！人安尼食头路是无用一个人尔，我做生意是爱无用一家人，你知影？啊！迄粉仔就是假讲吼，伊若大腹肚了后，都无人甲我斗下手啦，家己走去病院哦，摕两百银啦，你敢知？啊！迄答辩吼，迄工地若做错了，迄业主会严收，啊！在七嫌八嫌啦，讲倒伊唔好啦，迄工程我来七到八扣啦，你阁浪费三个月票啦，啊！这件代志你拢知？一个便当，我伫中昼暗顿做阵食，啊！真正早起讨无下当，下暗顿你敢知？我嘛是遐，逐工三更半夜才补会煞，补到两眼出金星，有一个艰苦皮条，毋去看医生，啊！这你知唔啦？你要叫我目屎做饭吞，下昏日。但是你叫我讲，叫七怪八骗了，就是做下到急点点，我做袂到啦。迄恁家代志啦，跟咱啥关系？你做袂到，你若真正咧做吼，阿母全部袂来了你啊！你点去啦？阿姊啊，你点去？阿姑，啊你点点啦，囡仔有耳无嘴啦，食你饭啦。食饱风底大，啥物代志哦？食饱坐甲讲啦。孙家柱，孙在美，把筷子拿起来出饭。阿哥有你啊，孙呢？阿爸，这一个，你是讲阿爸叫人翕相恐吓咯？嘿啊，所以阿爸唔才会惊。恁姊夫哦，嘛去问过啊。那迄个查甫人吼，是迄阿兄的翁的时阵，阿爸就犯了妨害家庭的罪呢。啊，伊是要来报案呐？你是希望阿爸去用关哦？真正是可恶呢！你想看卖啦，咱这个阿爸虽然不是第一名啦，嘛阁前十名，啊，不过伊敢有甲咱苦读？伊有甲咱放生无？伊敢有无咱食饭？无啊！伊那是国不离疆，伊啥物去用骗骗到连地拢无留予你甲平的？伊家己哦，艰苦甲想要家己去跳海。咱的阿爸吼，就是嘴较硬啦，惊见笑啦。孙诶，你的苦阿姊拢知啦。不过，也不过，当初先啊先甲伊块地摕落去做投资吼，即卖话变啊咧了钱，搁无体面啦。啊，代志拢已经发生啊，你想要一直要怨叹阿爸啦？那阿爸那无钱，予你投资，啊恁姊夫嘞？恁姊夫嘛是共借钱啊，予你投资啊。啊，结果嘞？结果我是前手接手，后手空啦。但六万块是要投资啥啦？啊，我就是因为投资的金额无够，我今麦才落来变做你来做啊，咪啊拼，你知无？你想讲干咧食咧拼？我恁姊夫啊，甲阮这个厝边头尾，大家毋是拢咧拼，拢咧过艰苦的日子啊。孙呢，人爱知足啦。我唔是无知足啦，我是唔甘愿啦。唔甘愿哦，加艰苦的啦。你啥歹想？阿爸根本无迄个地，你安尼想，你是不是较快活？我无啥事，你想遐乐观啦。你想看卖，是阿爸较重要，还是迄块地较重要？我今日看迄王来伯啊，去用拍干哩咪咪毛毛，规个拢肿起来，乌青银灰，我感觉吼，足佳哉，好佳哉，阿爸无安那，平平安安，我着感觉天公伯真是甲咱疼疼，你知？
这款幸福，我感觉足满足，够啊！阿公。什么代志？甲我讲讲。阿公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世界上伟大的爱情都要经过很多波折，像是那个杨过跟小龙女呀、啊，阿狗那个乔峰跟阿朱，段誉跟王什么烟的，他们的爱情之所以让人那么回味，就是因为有够惨。如果他们的爱情没有那些波折，他们就不会那么彼此相爱，我们看那些小说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感动了啊。而且爱情这种东西哈，是可遇不可求的，亲情嘞是永远不会变质，友情更是历久弥新。阿公，失去爱情固然难过，但是在大哭一场之后，你要抬起头来看看你身边的亲情跟友情，你就会发现你有多幸福，一点都不孤单。你听有无？加减听有啦。好了，讲拢就好了啦，安等阿姨啦。无啦无啦。不用的啦，我代志拖足久啊呢，爱有一个结束啦。哦，不可以啦！啊是安怎不可以？迄早晚爱去做的啊。不行就是不行，阿公千万不能做那种傻事啦。啊？啊，你有没有想过妈会有多难过，阿姑会有多难过啦？爸家住在美，跟我会有多难过啦？嗯，啊，我跟阿弟啊，迄间房间去，甲因是要难过安怎？当然难过啊，我去厝。啊，你不是要去死哦、喔？无啦，啥物要去死？我要来去买材料啦，要甲阿弟啊迄间房间起开啦。啊！啊，你哦，甲恁母也同款啦，无代无志，够紧张。你真正不是要去死吼、喔？不是啦，我即马点都袂使死的，我即马爱好好啊甲表现一下，将来才有面去天顶见恁阿妈。哦，好啦，阿公，安顿来啊。你的车呢？会啊。搁落链哦。会啊，阿咪厉害。你哦，到甲对面啦，你爱头搁爱跟路咧，阿咪跟袂出去。我动作你走去倒位去啊？快点快点，一回老头追上来了。急什么你啊？这不坐上来了？还有上哪儿啊？火车站。快开车啊！哎，你别跑！哎呀，当时啊，我只顾着追阿翔，嗯，顾不到后边。哎呦！你同事怎样了哈？我的头啊！哎呀，我只顾着追阿翔啊，谁知道那个男的从后边追上来，梆当给我一脑袋！哎呦，哎呦，这个疼啊！我看看，怎么样了？哎呦，肿一大包啦！是啊。你怎么不会想去医院哈？我万一脑震荡怎么办呢？不至于脑震荡，那脑袋长在我脖子上，我清楚。哎呀，还行。
干嘛逞强啊？怎么不去报警？啊？你这本命之骨稳吧？报警？那能报警啊？我早就报警了吧。是啊。啊，结果嘞？结果呀、啊，结果就是我发现我老了，打不过两个骗子。哎，实在是哦，越想越不甘心啊！把阿爸骗成这个样子，还把你打成这样，这个世界是怎样啊？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就算哦，我们没有把地契拿回来，也不能对他们怎样吗？哎呀，都怪我！我反应太慢了嘛！当初要是阿祥跳车的时候，我猛踩油门，我把车一开，开到我们家门口，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我实在太笨了，我这是。可是我当时后照镜里边看见他，我都傻了，反应不过来。哎，哎呀，太笨了，太笨了。老孙，你是在哪里载到他们的？那芝山路梅林新村村口。祝山路梅林新村村口。嗯。啊，对哦。啊。对什么对呀、啊？干什么？你的榔头嘞？要榔头干什么？锯子也可以的。锯子？嘿，要锯子干嘛？啊，算了算了，我自己来。阿浩，阿浩，你干什么呀？阿浩。唔吃唔啉，我咪我甲断得着。就是方法很笨的。啊，是不是在讲啥？不然你有更好的方法吗？是没有。没有，没有就赶快回去，站在这边说什么风凉话？哦。
你这样子很不划算哎。阿公的地被骗啊，你又都在这边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住在这里的人啊，我们又要一直送东西过来给你吃，这样子，安怎？不想送就不要送啊！我是有拜托你们的。不是啦，我们怕你晕倒啊。免烦恼啦。好啦。啊，在山水啊？山罗啦。其实这个时间哦，如果你在家里做代工，应该也赚100多块钱的。啊，你在这里没赚到钱就算了，还赔更多钱，乌鸦白喉。啊，你是捌啥？100块可以跟抓贼比哟啦！数举数学都不及格，你还站在这边跟我说合不合？他紧等你读册啦！好啦好啦。哎，啊，你有没有还有什么东西帮你带过来的？不用啦。哎，一美一美，把我所有物件都寄回去啊。哦。这样。哎，扇子了啊！房东叫要独占，像我甲你害，阿爸，你搁甲我对哦，呼呼，真爽快。你嘛徛几日？才等你独占，那无少甲你住一晚，你敢人冤家变哦？你实在是哦，你想讲你即卖是几岁啊，阿爸？你若是讲你若破病哦，安尼是变怎？怎么样？感觉好点吗？舒服多了呢。是是是是，当然舒服啊！你看看你呀，哎呦，热的一背的沙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素啊，想想哦，实在是很划不来呢，害我哦没有赚到100块啦，还中暑。我等到早上哦，等到现在连个屁都没有等到，我一个人惨就算了啦。连带哦，我阿爸为了担心我，还跟了我一个早上。哎呀，你们父女俩啊都一样，标准的傻好人。不过呢，傻人有傻福，你放心吧，福气啊早晚找上你们的。我是不敢求什么福气的，我只希望哦，我阿爸可以想开一点就好了。嗯，哦，啊，好了好了好了。马上好，马上好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哦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哦，都红了。下次别这样了啊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对了，哎，孙太啊，哎，我有点事儿啊，嗯，想跟你提，不知道现在提合不合适呢。你说啊，什么事情？哎呀，就是呢，如果你爸真想成个家，我倒有个不错的人选呢。我太了解我老爸的个性了啦，他是那种哈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绳的人呐。经过这一次哦，他已经吓到不敢再骑了啦。哎呀，这不同的，上次是没人介绍的，不知根不知底，当然会被骗啦。这次不同，这个人呐刻苦耐劳，而且性格又温顺，长得也不错。不过呢，就是命苦了点儿。年轻的时候啊，不懂事儿，嫁了个没出息的男人，吃了大半辈子的苦。不过啊，现在啊，还真是应该找你爸这样的老实人过过好日子呢。哎呦，这拍名啊！他如果不找一个好先生嫁的话，他这一辈子不就亏大了？就是啊。再说了，你爸一个人，
过了好几年了，如果真找个好伴陪着的话，强过你们儿女一次或他一辈子呀，你说是不是？时间它像是河流，慢慢的轻轻推送，有时候像是漩涡，很难静止而不动，开心的伤心的一辈子能改变什么，能相信什么，游走在梦的尽头，也常常不时回首，人与人擦身交错，谁停留谁又远走，我曾经犯的错，我曾经留下的遗憾，就让它去吧。如果想要回到那过去，但是你我之间存在遥远的距离，试图去弥补破碎的缝隙，我学着不放弃，愿你牢记我曾经爱过你，学会相信爱情，试图去弥补破碎的缝隙，我学着不放弃，愿你牢记我曾经爱。